来关心民进党前立委张俊宏伫咧做全民电通董事长的期间，甲伊的前女朋友林慧珍用公司的资金害公司了钱，防止控违抗全民电通这个案，最高法院伫13号依照违反着公司法、商业会计法这罪嫌，合并判刑2年7个月，全案确定。76岁民进党大脑前立委张俊宏，被人控告担任全民电通董事长的时阵，甲前女朋友林慧珍占用公司上亿公款，投资不动产、恐怖电骨塔加投资其他公司，结果投资失败，造成全民电通严重了钱。去年底，高院以违反公司法、商业会计法等罪，判张俊宏9年徒刑，专案上诉最高法院。张俊宏事后跨冤枉，去法院门口前侧抗议，搁举行记者会，指控高院法官变作关键笔刀。庭长的笔录，它是一个公文书啊，那么受命法官可以整段把它删除，他违法而不接受当事人的这个阅览。最高法院审理了后，认为张俊宏诬陷公款5000万，投资名牌公司，搁投资人骨塔等3项犯行明确，合并判刑2年7个月定案。记者卡电话给张俊宏，伊手机也是转地基音信箱，转接语音信箱，读声后开始计费。另外，张俊宏甲前女朋友林慧珍占用公款被台中房地产部分，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院庭审。检方为了确保张俊宏到案执行，已经启动防盗机制，确保张俊宏立即执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